点啊，快点。本身起来我看关系了，我要不行你就得买去。他两个回去应该不热乎的。回去应该不热乎。大家好，我是六月，今天来清洗地暖。经过和客户刚才的交流，暖气片里这个地暖回水管是全部是凉的。我打开楼梯道的这个检查井的门，一摸啊，回水管更亮，结果是全凉。粉水器需要更换，让他去先买粉水器，我开始给他放水、降压、拆除。他刚刚给老人打了电话，让他的老人过来看着家，我们先给他开干。今天这个地暖清洗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把纸弹放进去打不出来了，这家伙是进退两难，走也不走了。用了将近9年的地暖，今年是从来没有清洗过，让我给干到了，色弹进去了，出不来了，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。看看这个房租大叔，他也在为我给我操心出主意，换下一个方法倒回来把它冲出来，只有这个办法了。在这里我得要给那个大家说一下，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，先想好办法。像这种情况遇到的时候，别先往里塞子弹了，先让水流和一阵子，让里边的这些脏东西啊、淤泥啊先往外溜溜，以后啊再放子弹开始工作吧。别遇到像我这种情况，我也告诉大家别踩我这同样的坑，别犯这样的错误，这样特别费时间，费的时间可以多干一个活。希望大家看到我的视频能够接受这个教训吧。这是我倒回来冲洗完以后再一次装上纸弹开始清洗，这样清洗都比较顺利了。只要是地下管道里没有压扁的管，也就是盖楼的时候压扁的管，一般接头都可以过来，这样就是等于咱干了两遍活，费了一遍事。没有办法，遇到这种情况必须给人家客户为客户负责嘛，干好活，费点时间都费点吧。今天这个活已经到了清洗到最后了，开始把粉水器的下盘的一排排污的这个管开始安装，安装完毕以后就放放气儿，这个活就算只要检查不漏都算完成了。今天这个活到现在已经3个多小时了，有点干的不够本啊。没有办法，遇到这种情况咱们也要总结总结吧，总结总结咱怎么浪费的时间，是吧？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只能为客户着想，希望咱让客户给咱多介绍客户，这样咱们都可以赚到钱了，你说是不大家？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咱们再见。